猜吧。几个字儿啊？两字儿。俩字儿，能吃吗？这个，你应该吃过，你应该吃过这个。我吃过，那你没吃过吗？我不吃这玩意儿，我从来不吃这玩意儿。我是甜的。不是。酸的、苦的、辣的。准确的说，这个应该它不属于吃的吧？那准确说不属于吃的。不属于是吃的，它是大的还是小的？这个怎么说呢？就因人而异吧，就是有大有小，每个人不一样。因人而异，它是在身上长着呢呀。哦，对，是的。有大有小，因人而异。你不吃。啊。你怎么那么变态呀？别问这么变态的问题，我就知道。我就知道是这个。是吗？是啊。OK。